boy。打门打几阶？六阶啊。哦，战舰哦，战舰哦。神耀的直播目前是直播你的那个电你的那个网页啊，没有播你的战舰。那我可以去玩五阶的苏联女主。没有，这是战舰场。我们打的这个是所谓的战舰场，因为我是要解任务啊，就是全部你就自己看嘛，你自己看那个神用的直播画面，你就是看得出来。我们现在是在打活动，我在打任务，活动的任务。鬼啊！啊，这是他现在出的特殊场啊。对面直接傻眼。我按 tape 里面全员组队，隔壁全部单排。一边是全组队，一边全单排，各位。菜逼打扮，靠你！不好做。但我是里面唯一一个没有加工会的。对啊。天天的。加工会有各加要加工会的话，有各种工会的好处啊，像是那个修船被减免啊，减少啊，减少几趴、啊、经验那些那种额外多增加的都有。呀，你动，没错啊。创工就是，但是问题是，就算我们创工会它那个建筑物也需要那个慢慢升级才可以到的。你别打我哎、欸！你被发现，你还没打到一个装甲区呢。今天中间的人打甲。注意，报告目标位置。怎么有飞机？收到。怎么有飞机？哦，有一四。难怪。有一四。战舰移动哦，中间有一只自己在站点的，集火，不行，哦，直接秒了，玩得不错，各位，玩得不错，哦，我们可以直接走 A 呀、啊，不要再往外绕了，神耀，快，内圈，我们不要绕边。又有人在偷站点了，还是一样，我他妈的射程外。哇，我们家有人被中打到中甲区了。两招。无伤哎、欸，赚无伤单的，自己绕单的无伤哦，而且还侧身哦，我是打不到啦，侧身的无伤。他航速很慢，他航速很慢，再往右移一点点，在大概的位置，就这个位置。哎、欸，最右边还有两刀，哦，出来了。
哦，扶桑加速了。我们的胜利在望。我们的胜利在望。虐那一招战舰吧。没错，准备从那个海峡转进去。这假弹我也准备一下。当。啊，了解。哎，三位，你待会先开，我想待会有个新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怎么突然有一只靠近我们，靠逼！打吗？一定要先打、啊，没错啊。但突然一个转角，突然人都跑出来了，靠腰，靠背，出事了，背。阿贝，出事了！出事了！要被包了！要被包了！你家的战舰顶不住啊！我们家的战舰有鱼雷，但是他没有丢到对方的战舰停船。完了！我们家战舰，你注意报告目标的位置。先打正前方这一只吧。我也是觉得先打正前方这一只，因为那一只他打不到我们了。先帮我们队友啊！我们队友不可以沉啊！他还在转，这个头，他摆头，打上去，往右打，哇，靠腰，往右转一点，不然你要被灌了，被灌了，来不及，他不要来打我，小心他的鱼雷，那艘有鱼雷，赶快有鱼雷。有瞄了，四幺套秒，可以，这个那艘有鱼雷，他有鱼雷，好，再往回切一点，打那一艘，头在前面一点点就好。他又弯，他在回了，谁要左右包夹？左右包夹，炮管走一边，让他走中间，我们左右走两边，包他侧面两身。我就不相信他这样熬得住，看他选择打哪一个。我过头快了。哎，他想要主炮骑射，他上射你啊！灌。主炮塔严重受损，干！敌方主力舰被击沉，感谢。干！我快中三了，干！有鱼雷，赢了！给你怎么赢了？靠逼！我赢了！哎呀，这场战斗有点快啊！这场好快呀、啊！靠逼！只有八分钟哎、欸！八分钟就打赢了，靠逼！玩得不错啊，各位，真的超快的啦！